次们很听话，我很感动你们大家的用心啊，都是如是我闻，如是我行，这样的我行我做，不是我行我素哦，是我行师父所说，我身体力行做，师父很安心。最贴心的就是这一份缘，我一直呢只有一个挂碍，弟子慧命一定要增长，你们的慧命成熟就可一生无量。此际呢已经在人间呢走过了半世纪，在四个人，未来还有无数的半世纪。现在菩萨熏啊，菩萨群走入了人间去了，已经佛陀开启菩萨，教菩萨法，到现在我们看到了利他那样的无缘大慈，我也看到了这为了解决别人的苦而感动。一位菩萨不断不断地流着眼泪，很哽咽地一直在提起，因为此际帮助了这个翻脚板的孩子。我们呢用一段很长的时间把他的脚矫正，他边说边哭了。起初呢我以为与他有关，原来呢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呢我们慈济这个团体那为这样的个案去付出，他那样的感动也听到了。一盆茉莉花，他有缘的就被采来供佛。在弟子家门前有种了很多的茉莉花，我每次都用一个瓶子去生了摘了那个花就拿去供佛，但是有一次哦，他开了40-50朵很芬芳的茉莉花，我也是同样拿一个瓶子去装哦，但是我就装到30多朵，还有10多朵没有采到，我就突然让我去明白这个因缘跟结好人缘，为什么我可以采到，他就有因缘去供佛，没有因缘供佛的话，不是他不美啊，他也是同样也是茉莉花，为什么他的因缘是有一些是可以给我采到，有一些是没有给我采到。就如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遇到佛法，可以遇到名师，所以弟子真的很珍惜我们能够进入慈济的因缘，遇到我们的名师。同样的一盆花，几朵花可以有缘被供上佛桌，不多。就如我们呢文华世界已经70多亿人口，能闻到佛法实在是很不简单。要跟大家说，心向力是一致，但是平常呢
要闻法，法有法才能度入真诚的心，听到大家熏法，就是把法呢就如茉莉花一样，那一股香味真正的熏入了内心灵，这就是把我们的人格提升了，凡夫格了，升级到菩萨。菩萨就需要呢人格圆满，才能成为佛，这要熏法才能行菩萨道。所以凡夫啦，成佛啦，中间的这一段路就是菩萨道。不行菩萨道，佛陀的大觉净土我们达不到。虽然路很长，我们不起步走，永远呢都在凡夫的原地踏步，像白老鼠在那个鼠笼里面踏着那样的圈圈轮啊，它很忙很忙，不断的爬，不断的爬，都是呢爬在那样的圈圈，就如凡夫啦，很努力，为家业，为事业，为情，为爱，为名，为利，一生忙碌，烦恼加无名，生生世世，重重叠叠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心地呢，需要法来滋润。我们今生此时接到了法，而且呢，印证到实际，从法脉开始，同样的一个法，可以呢行遍天下，国际啦，墨西哥，修女的学校已经动土了。因为呢，前年墨西哥大地震，他们要复建呢，缺了资历，我们帮助他们的复建建筑书啦，看到了动土啦，感动的建筑师也哭了，他感动在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互爱，彼此感恩，互相尊重，这就是我们需要，人间需要，那就是爱心，慈悲利他的心，那一念心啊。我这一趟出来20几个国家这样会合资深菩萨，精进菩萨再精进，这样的满满的话带回你们的所居住的国度里，期待这种因缘，朵朵莲花呢要结成了粒粒种子，那种莲蓬里面的莲子，它就是一生无量，曾经铺过路，曾经开过道，还呢造过桥，这样的路还是有，断断需要人人铺。
这样的道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要不断的把它拓宽，还要呢，路与道一定要造桥，才能连连接接。但愿大家把这个菩萨法呢，满满带回去，跟大家分享，一生无量啊，无量啊，从你这一念生。